女子走在医院停车场，边走路边低头滑手机，下一秒竟然直接走到了立体车库当中。他然后是一直不走，他然后走进来，你看我们这个牌子都贴的好，禁止，那乘车禁止入内，车库全部禁止停车。他看是一路走一路是看手机，是当通道走。是这行了，一走进去以后呢，他这个是正好一个车子出来，他就让正好人进去，两个门到时候关起来，他然后人简直出不来了。等到车库的铁门都放下来了，女子才发现大事不妙，但机器持续运作，女子站在平台上直接被带到地下一层。虽然门打开后她想要往外走，一辆车却直接往平台上快速移动，将她撞倒在地。她就看到有一辆车往外走的时候，她往这辆车的方向去走，结果被这辆车搬运这辆车的这个设备碰撞倒了，撞到可能就是撞到他的脚踝。女子被撞倒后被升降机卡住，左小腿当场骨折。有目击者表示，因为当天取车停车的人潮众多，负责的保全人员也没发现他误入车库，直到传来叫声才知道有人受困。幸好事发地点就在医院停车场，女子被救出后直接送往急诊抢救。走路滑手机，意外再添一桩。记者唐全报道。